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2月13号又来这一系列的视频了哈。今天是大年初四，这里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的现场，天气还是很热，今天温度大概是24到25度，羽绒服不需要，毛大衣不需要，穿一个普通的衬衣，中午可以穿个短袖。今天景区的人流依然是很多的，然后景区会有多次说有高峰入园的提示，建议大家往右边走哈。烟花是8点跟9点两场，看来珠海长隆的人气还是相当的给力。你看今天酒店是没房的，14号开始酒店有房，但14号起而酒店没房。你们看这里就是现场了，大家还有其他要问或者不清楚的，随时给我们留言哈，我们是每天都会在景区这里的。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视频会发到初八哈，就进去了。